我感觉他们三个在耍我们。啊，我可不忍心伤害这些可爱的学生。是啊，我也不忍心。我们真的跟他们三个是亲戚吗？我们就知道你们几个会来。我们说的没错吧？快说，你们从哪儿听说的？应该是一种来自同类的直觉吧。你们这段时间肯定受了不少苦吧？明明有很强的能力，但天天被那群学生羞辱，甚至还天天要为他们操心。你们竟然遏制住了自己的本能，每天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，真是让我们佩服。我们绝对要放假，所以跟我们联手吧。快放了我们。有了我们三个，你们的未来将会一片光明。你们应该考虑好了吧？准备，开始。你竟然还想给我们洗脑？来，我现在就删了你们的记忆。你们三个在做什么？校长。